球，哈哈哈，球啦，哈哈哈，你球啦，我是讲这球，是叫你球啦，球，哈哈哈，球啦，哈哈哈，你球啦。我是讲这笑，是叫你笑啦！啊，歹势啦，使，歹势。啊，互你气到火拢硬起来啦！去摕一支电筒来吹啦！啊，电筒我知 ，OK。哦，去来，去来，去来。真的要胖？你先不傻啦！不是啊，你不是叫我摕电筒过来吹？我是叫你摕电筒啊！我是叫你摕电筒，不是叫你摕电筒啊！电筒啊，我知啊，我 miss 啊啦！我叫你摕，我叫你摕。等下，电筒是咧，互你气到巴肚拢枵起来啦！来，你也吃米露来。啊？吃便当就吃配米露啊？安尼敢会使配？当然嘛会使，啊无要配啥？哦。嗯。会使，我来啦。哎。你爱配米露啦？哦，小哥你吃饭了，身体辛苦哦，吼，不管你身体。好的，很棒耶。你摕原子笔过来想吃没？啊 ，Whisky。啊，你别淋口没？想东想西，独家口味，茶来伸手。还有一家店叫台积电，今晚我们去吃炸鸡吧。好呀，吃哪一家？台积电。大家好，我是查理布朗尼。我发现中文在台湾的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一个小小的字的改动就能让这个词起到一语双关的作用，这就是著名的谐音梗。我发现谐音梗是刻在台湾人的 DNA 里的，小到日常的对话交流，大到电影的名字，遍地都是谐音梗。最有趣和最显而易见的应该就是街边的店名。台湾大街小巷貌似都会有一到两个娃娃机店，我也没有很懂为什么台湾的娃娃机店会那么多，而且店名大多都是用的谐音梗，比如霍元甲、贾宝玉、疯狂贾斯汀、阳光贾男，还有一个夹给我好吗？男生带女生去这家娃娃机店，男生对女生说嫁给我好吗，女生没有答应，男生可以顺势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指了指店名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说夹给我好吗，夹个娃娃。第二个部分是餐饮类的，大多来自夜市的摊贩，我觉得夜市也是文案高手聚集的一个地方。想东想西，独家口味，茶来伸手。还有一家店叫台积电，今晚我们去吃炸鸡吧。好呀，吃哪一家？台积电。还有一家今年贵庚，如果不知道的朋友真的会以为这是在突如其来的问年龄。哦，我清朝的，今年386岁，请问有大肠面线羹卖吗？还有都可以，渴了喝什么都可以，那是什么都可以。还有一个最好笑的香奈鹅，是人物那边一家卖鹅肉的，老板把台湾人不会发儿这个音也写出来了。在澎湖的时候看到有一家彭于晏，记忆深刻，这次做视频的时候就让澎湖的朋友帮忙拍一张，没想到他拍过来的是澎湖医院。第三个部分就是大楼名称，我想谐音梗竟然被玩得这么无处不在了，那大楼暗名有没有被善用？我一搜还真有，非常满意大楼、真心如意大楼、真幸福大楼，如果用他们造句的话就是，我住在这里，你们真心如意的对我，让我感到真幸福，我非常满意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好绝呀，那个下道生妇产科诊所，下道生妇产科诊所，下道生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这些琳琅满目的店名成了城市里的幽默大师，让我们开心。当然谐音梗也会慢慢存在在我的生活中了。